在我们仍然对峙比较好。对对对。哎，你们再做一个过来。OK。那边有两个，那你们再做一个过来。这个座位。是啊，我坐那边。你不要喝水还是咖啡吗？还是要可乐？我们还剩一小罐可乐，但是我们不够这个。黑咖啡吗？黑咖啡。对啊，咖啡一个。我是咖啡，喝过的。你不要他喝水，然后他两个水，每个水都有气。主要不是你在一起。主要原本是要，还是想讨论那个啊，就是原本学校拍下来是我们要做资讯还有工程，但是就是因为面向原本是以大学为主，就是如果大学的出路，他读资工系他会有什么出路之类的，不过我们觉得那其实蛮笼统的。然后学校拍下来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作业，就是我们辅导是做大学18学区，然后。的其中是资讯和工程，然后挑一个学群来做，对，就是挑资讯做研究，对，要做报告，然后，只做文字报告其实没什么用，直接来做其实比较有效果，然后蛮特别的，就是我很多认识的可能大学新鲜人或大学生，他们读资工系，全部都在修那个machine learning，对啊。对，就是很多，所以我们就想说，既然资工系很大一部分都会走这个方面，那我们就来做这个 AI 专业培养，还有AI 产业在国内的发展趋势，还有国际趋势这样，对，算是一个方向。所以他现在在拍了，我不确定，不过既然是红色的，可能是在拍的意思。我看一下，是不是要看一下？红色拍摄、好吧。没有，我们这个，你们会拿这个素材去用，对不对？会啊，我们会到班上，然后我们也会把，因为我们会用来辅导嘛，那就一定会在班上播啊。那另外影片呢，就交给辅导老师吧，看他要怎么利用。好，没问题，这当然就公开。对啊，就公开。你们要有他在里面吗 ？OK 啊，要。我也可以当旁白的，就过来一点点。品质会升级。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好。所以你们现在的目标是针对 AI 的这件事情，它的人才培养，还有它的市场发展，写出一份类似报告的东西。对啊，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产业在干嘛。然后政府打算要怎么对待这个产业，人才会怎么培养起来？有什么需要的？好，那就开始吧。对，需要一份吗？虽然这份可能没。我有电子的。好，那我们分两个面向吧。那先从那个人才培养开始。就是我们有观察到，我们这边有观察，就是说，在美国，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教育的。就是他们，也就是说，放学后他们也可以，就是借由这个平台去学习。那康威，你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设立这个平台学习？你说的平台是像Code.org那种东西吗？或者 Coursera？ 对 ，Udemy 啊，对，那种东西。然后，可能那些不是政府做的。也有，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教育制度还是。民风的问题啊，是对，就是其实，在欧美国家和外国，就是他们的平台是比较多，不管是民间创办，还有或是政府对待多元学习这件事的态度，是啊，对，就是很明显。假如说你对，比如说你对舞蹈有兴趣，那你可以透过很多平台去学习，尤其艺术学院。那然后比如说你对资讯有兴趣的话，网络上有很多外国他们架设的网站，然后政府对这件事应该。就是你想学习科技的话，
在外国是有很多平台、很多地方让你学习万正版文件。那在台湾其实蛮不足的，就是我学资讯的时候，台湾完全没有任何，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对，就是都要到外国去借鉴。那我在想，能不能有政府开个头，然后就是对可能资讯或是 AI 这块领域设立一个平台，那可以让大家去学习，就是网络平台，然后你对这个有兴趣就可以去学习，然后去认识了解。那甚至以后可以用这个平台做一些政府主办的课程或是营队之类的，对吧？那你对这个有兴趣就可以去了解，因为就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国高是现在的学生对科技产业的认识非常非常低，不管是从建筑还是其他的社区高中都是这样，对吧？那就看这个平台设立有没有这个必要或是需要。所以你们是已经看过现有的吗？比像说教育云或者是高雄市的那个打勾岛，或者是台北市的，就是其实各地方政府或者教育部都有一些这种平台，像连建中自己本身也有。对，所以我不确定你的问的那个标的是什么，就是以数量级来讲，以数量差的指标性，就是单纯以数量来看，台湾有，可是我在网络上不管查任何资料的时候，我的资料几乎都是从外国平台来取的。但是我最近想架设一个 VP Neural Network， 英文怎么念不管，反正就是神经网络了。对，结果我发现没有什么人在玩这个东西。我原本就想说，反正英文烂，我就想说上网查一下。结果没有，几乎没有翻译中文。我第二个就是查大陆，大陆人不多，而且讲的有点难。结果我发现外国很多专门网站都在讲这个东西。然后至于像那个 machine learning library， 就是 TensorFlow 啊什么挖过一大堆。对，可是他们的学习都是全部纯英文。假如说我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英文不够好，几乎就挂了，因为没有地方学。对啊，就对这个我就有点苦恼，就想说。不过英文跟台湾是不太就两回事，就是说这有点像在讲说为什么英文维基百科的品质比中文维基百科好那么多。对，就是我们确实观察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中文维基百科的贡献者，他深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要取得第一手资讯确实是从英文取得，慢慢他就变成英文维基百科的贡献者，也不一定有回中文维基百科来。我老师给我看维基百科一些专业知识啊，他也都是直接传英文的网址给我，就是他们也都不看，到一定程度那些蛮强的大学生，他们都不看中文的东西。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到底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领域的 paper 都是用英文发的，所以你要看第一手资料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英文的。那有一些研究者他会，如果他是用中文做研究，他会中英各发一半，可是没有人不发英文。所以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有一些印度的，或者有一些以色列的，或什么的该国资料，可是你如果要讲语文的话，只有英文才流通嘛。所以其实很多研究者他也许在台湾，那他架的站也许还是用英文架的，因为这样他才能跟就是世界上其他的同侪。毕竟英文是世界语言，至少是这个领域的世界语言了。所以我觉得说在十二年国民教育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不少中文的资源，这个是必要的，因为在那个年纪大家英文可能发挥没有那么好，可是当你就是钻研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第一手资料目前确实都是英文的，这个是事实。所以即使是台湾自己家的站，像我们 PDS 的网站也是英文，也是英文。对，就是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跟世界上其他人交换我们在做的事情。那当然，我们有放一个就是谷歌自动翻译，所以其实你可以就是好像说，虽然一进来完全是就是英文的，可是你可以透过 AI 把它自动翻译成中文，就可以看到了不起负责这之类的，就是大家本来是英文，对，本来是英文啊，所以我就说，随着自动翻译，今年是已经逼近人类嘛，说不定过两年就比人类好了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加上大部分的自动翻译在训练的时候都是用英文对某国语言，
这样子的训练。对，所以当两个自然语言互翻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经过英文。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第一手用英文publish， 那这样子自动翻译到各个语言都有起码的品质，会比较准确。对，去准确会比较好。所以这是一个磁吸效应，就跟某些社群网络越来越多人用是。毕竟要让很多人用的话，就是要用的主流。对对，目前是这样子的。那就让他们英文加强一点。没有，或者是靠自动翻译。自动翻译。对，我现在很多就是别国语言的资料，就是用自动翻译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还蛮顺。还蛮顺。好，第二个要谁讲？好，好，我讲啊，就是，这样会不会管我？就是创业有问，创业这个东西是我蛮在意的，因为我以后也是有想过要创业，可是从我以前到现在，就是给大家给我灌输的概念就是台湾太小，对吧？台湾太小。那假如说我们在某个产业，其实也不管是 AI 啊，那我们在各个产，我们在科技产业或是软体业，那我们要创业的话，我们有这个空间，或是未来可能会有什么资本？嗯，有什么东西？ Well， 其实台湾小讲的是市场嘛，可是这个对，主要是市场。对，可这个是假设你的东西只对台湾有用，就只解决台湾的问题。但如果你是做机器学习的话，像 Appier， 他们解决广告投放的问题，那其实所有有动态广告投放的地方都可以用他们的产品。所以我记得台湾好像还不是他们就是最主要的来源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就是要看你解决问题，它是高度特定于地区，还是它是你只是先从解决身边的问题开始，但你解决这个方法是全世界，不要说全世界了，就是很多地方都用得上。那如果是后者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本来的那个原生市场大小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阻碍。透过网络流通的东西，然后就比较没有什么阻碍。对啊，对啊，那机器学习几乎你能放上去的东西都是可以通过网络流通。所以它是应该是特别不受地理限制的一个东西。台湾因为资金有比较少，应该这样讲，台湾资金并不少，但是随着资金而来做过类似的事情的人没有那么多。像在矽谷，很多投资人他是自己创业，已经公司卖掉了，还有不少钱做 angel。但是他投资你呢，并不是真的很想要赚钱，虽然能够赚钱也不错，但是他主要是很想要在这个领域有所贡献。然后，所以如果第一个是说，如果你不懂，可以问你的投资人；那第二个是说，即使你创业失败了，他也不会特别怪你，你只要写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对整个生态系的贡献。哦，所以他们才不怕失败。对，他们一直喊口号。对对对对对。那台湾，我觉得慢慢啊，现在有一批就是本来在跨国公司做 AI 的朋友慢慢回来的。我记得 PTT 创办人然后回来。对对，伊森杜一景他有回来的。哦，所以他是要创造那个，他是要创建一个人工智慧公司。对，人工智慧实验室。那他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以前的台湾软体，不管是 AI 还是别的，都是为硬体来服务。就好比像说我们所有看到的什么 router 啊，那台 HTC Vive 啊，各种各样的机器里面都有很多软体。可这个软体的开发者完全是为这个硬体在服务，很少有一个软体自己出来说，哎，硬体要为我服务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可是跨国公司里面市值比较大的都是软体先行，那或者甚至像苹果根本是设计先行，软体是为设计服务的。对，你就是说它卖的是一种使用体验，然后软体为它服务，硬体也为软体服务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在台湾的创业，因为我们之前在产业链里面一直都是在硬体的制造、代工、零组件，所有这些部分都很强，所以就会变成是说软体的人才最赚钱最快的方法，就是去帮我们卖的很好的硬体服务。哦，对，对，这是一个问题。对，那杜一景的想法就是说，那他就他虽然一回来，大家开记者会，大家都问说，哎，你是不是拿国家补助？哎，没有。你是不是跟哪一个硬体大厂？做也没有，你是不是准备被什么硬体大厂诟病？没有，然后记者就觉得非常的困惑，不知道从什么角度来写这个故事。可是这个在别的市场，这是再简单也不过的事情，就是要做体验设计。哦，
对啊，因为台湾好像创业比较少，大陆好像创业比较积极性比较高。第三年，你在这边沉默很久。那我请问一下，那个我们现在是那个 AI 的人工智慧，那有两个，就是我们要跃进世界舞台，就是能够发在国际间发扬光大。那或是我是面临到人，比如说人才外流，跃出台湾舞台，那这样之间是不是有疑虑？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假如说我用到外国公司，我用到外国创业，或者我进外国公司，然后以后就定居在外国，然后对我本身而言，对台湾本身而言，其实算是人才外流吧。就是假如说我以后也不为台湾做任务，我以后出社会之后就直接飞到国外，然后就不回来。可是这个在可能家长或是情有眼中，或者甚至我自己眼中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是国际化。那所以说，现在其实蛮多人才外流，台湾人才外流率好像是世界第一嘛。是。那我们有什么办法，改善这个外流人才吗？我有几个嘛，一个是说我们也欢迎外国的人才进来，那这个是其实是之前一直没有做的很好的地方，所以这一届我们就是有过一个外国人才专访。目前是出了院会，在立法院，立法院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处理法案了，应该是希望这个会期可以来处理一下法案。对，那这个外国人才专访还蛮重要的，是因为台湾之前你要进来台湾创业，就是跟你一样在反向的状况。你要么要先有新台币200万开一家公司，这个对很多第一次创业的人没有那么容易。那或者是你要找到台湾的一家大公司，愿意说他要长期评估，然后你拿这个去申请工作签证。但是大部分的这种流动性的人才，他可能是来这边，他想要花半年来找最好的工作，所以就不会有一个公司先签他才来，他想先来台湾。那或者是说他根本就是学有专精，他来台湾可以一直靠顾问、演讲这种其实比较赚的方式来谋生，他根本不想被绑死在一家公司。那以前其实根本没有这样子人才的空间，所以都是用观光签证来，啊，还不一定合法的工作一下会跑掉的这样。对，所以我们其实留不下国外的这种数，我们叫 digital nomad， 就是数位游牧的这种人才，就他在哪里工作都没有差别。对，那所以我们过了这个人才专法之后，其实推特上有很多朋友很兴奋，因为他们觉得台湾就是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没有人请过，所以其实他们其实也想，只是没有这个环境。对，很多人来，像有一个来在宜兰待了，快要这个签证到期了，还跑来我这边问我能不能帮他忙。他是一个导演。那但是因为像外国人在专访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款，就是说，如果你是艺术创作者的话，那你不需要有一个老板，你还是可以待在台湾工作，因为艺术创作者很少，就是 project 完之后他应该就会换老板。对，那所以就是本来是很不友善的。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跟外国人在网络上面组了一个 team， 那几乎你大部分以前台湾中会觉得你会搬到你的 teammate 的地方去开公司，而不是他来台湾开公司。对。就是给他们这个环境。对。亚洲新计划也有这个，我们上挖的网站好像也有这个，好像就是有在。对，虽然如果你来我这边，我一定会念成亚洲连接系。对，那是意思一样的，就是中间那个点我念成连结，亚洲连结系。对对对，因为我们待过西谷的人，对亚洲西谷这四个字有一点感冒，就好像如果有人说他是桃园金城，但是你也喜欢金城，你就会觉得哪里怪怪的，所以我才把它这个就是加了中间一个点念成连结，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做这种人才，刚刚提到人才嘛，资金投资的或者法规的调试，是为了要跟亚洲连接，然后跟西谷连接，但不是要把西谷搬到亚洲。但这是我的个人情怀，你可以不用理我。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是在高中才第一次接触程式语言，是我之前都没有这种相关的经验。
那我在高中第一次接触语言就是 C 加加。嗯。那请问，就是说，假如说我之后如果想要再继续精进的话，可以给什么建议？应该看你想解什么题目。假如说是，如果是纯粹只是想写把记性打，只是纯粹写把打。没有，我自己的经验是，除非你对数学非常有兴趣，我说的是纯数学，那不然的话，其实很难有基础，因为程式它说到底就是一种数学跟机器沟通的方法，对，所以就是说我遇到的人就有两个进入嘛，一种是他本来对数学没有兴趣，然后他写程式是为了就是表现出他数学的一些洞见这些。那另外一种本来是对创作、被他的作品、文学被别人看很有兴趣，所以他写程式是为了让他的想法可以传播得更快。那像这样可能就会从前端的语言，就是 HTML、JavaScript 这些东西先学。所以其实要这两个进步不完全一样，跟你不管学到怎么样，到最后这两个大概都会感兴趣。就程式到最后就是数学跟文学的一个结合，所以如果没有要解决的东西的话，其实你也很难说只是纯粹打基础。纯粹打基础的话，我的建议就会是去练数学或者去练作文，这两个到一个程度对学程式都非常有帮助。那我想这边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都是以考试为导向，就是都比较偏向是填鸭式的教育。那假如说未来想要有更进步的竞争力的话，那你建议我们可以具备除了程式语言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能力？就例如创造能力、创新，或者是语言，或者是管理或组织之类的原则的管理或组织的能力，就是以后可以组成一个团队或者去创业之类的。我觉得创业，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有想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想让世界更好的部分，就想贡献的部分，或想解决的问题。因为没有这个的话，其实创业本身不好玩，就是它好玩的是你在找各种各样的方式解决一个问题，可能是非常非常多次，但是失败，然后最后终于做出一点贡献的那个过程。但如果一开始对这个过程本身没有兴趣的话，其实创业没有什么太有趣的地方，除了说创业很苦之外，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就是要有跟问题相处的能力。如果你看到一个问题，不要急着觉得说，教科书上觉得怎么样是标准答案。大部分的问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我说实际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考卷上的也许有，但是在实际世界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更有趣、更有创造力，只要你跟他相处够久的解决方法。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很会考试的朋友，他们看到问题的时候，脑里会已经冒出一个，就是说啊，这样解救就对了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没有办法跟问题相处很久，就会想要解决下一个问题。那我觉得那个在创业上比较可惜，因为你如果跟他相处这个问题相处久一点，你就会发现说，每个人看这个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然后加在一起，其实这个问题你可以重新定义，让他能够你解决他的同时，也解决别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才有创业的可能性，因为创业家不可能从头到尾只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必须要解决的同时也解决别人的问题，别人才会理他。对，所以就是要相处久一点。好，就是我们常常看很多那个工程师，对工程，不管是在鸿海或者是一些亚洲就是知名公司的工厂中，有很多工程师是处于一种每天都加班，然后加班到爆，就是一种五天，就是你一到五休息之外，你有可能额外还要加班。那我们再看看欧美国家的，他们的那个工作时是比较弹性的，然后而且你只需要，其实只要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完你之后就可以比较轻松。那台湾的科技是否可以跟欧美国家的工作环境一样可以看齐？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你要赶 deadline 的时候，其实创造力会大幅下降，基本上就是在做你已经学会的事情，
很难因此而一直学新东西，因为学新东西大部分理论都是不需要重组的学员，所以这个跟赶 deadline 是相冲突的。所以通常如果你是在一个连续赶 deadline 工作环境里，那个后面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比较操作性的，就是技术性的，或者是说换一个不同的人来做，只要有相同的训练也会做出一样结果，这样子就是在价值链里面属于稍微比较低层的一个部分。那但是如果是比较创作性的部分的话，就是说两个人来做一定结果完全不一样，因为有他自己的风格的那样的东西的话，那这样子你就必须不断的学习。那其实那个压力仍然还是很大，但是它不会表现在一直加班上面，而是表现在就是你要一直去吸收去了解可能跟你本来习惯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上面。所以我不觉得它就是说工作量我觉得还是一样大，只是说它不是靠爆肝靠压榨工作时数来达成，它很多时候是在就是比较创造性的过程里面达成这样子。那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别的欧美国家以我的经验，凡是在这种价值链比较低层的，可取代性比较高的部分，其实加班也很严重，不是只有在台湾才严重，但是在台湾确实比较少这种，完全是，你可以不管技术有价值链底下的 supplier 在帮你管，那但是你就是做创意或者是做设计，或者是做这种比较需要个人风格的东西，那这个是。台湾之前的价值链的一个定位，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透过我们现在叫跨域人才，但是我自己想法是就取消领域吧的人才，就是说你先不管你是学什么系或者是什么主修，你就是有什么东西想解决，有什么题目想做，然后尽可能让不管是就是国发基金的投资的部分，或者是产学研链接的部分，或者是甚至你成立一家RSC 就是一家专门的小的研究公司，或者随便怎么样，我们试着在不管是租税或者是法律上面去鼓励这样子的比较像小 lab 的这样的东西出现。那这样的话，每一个它会有不同的，就像广告有不同的创意品牌那样子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开发出或者研发出你自己不同的想解决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一直都会绑在固定的那几家大的就是企业里面。那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你 enjoy 什么，因为也有些人觉得就是他学一套东西然后可以吃很多年，但是偶尔需要加班好像也还好，那但是加班越来越长当然就是爆肝嘛，所以我就说这是每个人的性格吧。我自己是爆肝不会有产出的，所以从来都没有办法加班，但是也对某些朋友来讲这个是一种很安定的感觉。但我只能说就是如果是越重复性的越操作性的东西，它后来被 AI 取代的几率就越大，对，因为 AI 学起来就越容易，对，那所以可能之后就这一波可能就真的要结构性失业。那我开始，有点小感冒。没问题。我再卖四五台套餐。嗯。然后再拿充电发烧。嗯。超烦。对，没关系。那我可以就是在知道要谈产业嘛，可是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我几个好奇的点，就是我是观众，你听过靠北风的词吗？有啊，当然了，从那看。哦，你也有在那边？对啊，那里面真的有工程师吗？因为有人在说里面其实根本没有，也有人在说里面有。我有一些工程师朋友相聚过，所以至少是存在性证明来讲，应该是存在的比例，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可以有时候可以上去碰一下。哦，没有。哈哈哈哈哈。我前段时间就是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也蛮好奇，我可以请，因为听说你以前有你在国小的时候好像有还是国中啊，反正就是你有拿到科展。那时候好像就是，那时候在做文学工业。对啊，就是。那你那时候有拿到保送这个成果？是。然后你后来放弃？对，哦，两次啊。对，保送。国一、国二都各拿一次，国一是科展第三名，国二第一名。差多少？那国三没念，国二就中了。真的？对。那我可以请你讲，
就是可以请委员你想象一下，假如说你有上建中，那建中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太可能因为当时我几个朋友都是在建中做军社，然后不管是向仁杰啊，或者是戴凯旭啊，或者是会员赖明宗这些朋友，他们都建议我不要念建中，而且是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像向仁杰就说他本身的确都是一直请公家，然后没有读到，所以我们就有几个因为大家都是比请公家的数量，跟你请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好像不如不要念。哦，对，所以后来他们都建议不要念了。所以我其实我有去旁听过，我有去修过就是咨询社的课，有一些活动嘛，然后有大概知道那个校园长什么样，但是那都是我国一国二的事，然后到国二的时候就很。确觉得说好像就是蛮浪费时间，不好意思，真的没关系，就是打电话。我先打个岔，我们今天刚好办公室里有买下午就买东西吃，所以帮你一人买一个鸡。对，所以你们现在就可以。对，在这边。对，但出去不要讲说在我办公室今天吃鸡排，就是真的只有今天。他在录吧。他的你是我的肩膀。我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国中就学时候你的自学的经验。我就跑去政大房地产，对。然后一方面创业嘛，然后创业到一个程度了，我就去，我记得先修通识，然后修了一些语言所的跟哲学所的跟历史学的一课，然后后来只有语言跟哲学还有继续念，然后后来就一直都在研究所，大概前后旁听了一年多。然后其实我觉得像语文或哲学或历史这种东西还是需要人访问，它不是纯粹知识性的，它是比较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当时我其实主要的知识学习都是从网际网络，从 YY， 但我会看一篇论文，查他的 citation， 然后去听一个作者，然后真的看不懂，就拿去问政大的老师，因为我家住政大旁边。对，所以其实严格来讲不能算自学，就是等于不要学位的提早念大学。他们上哦，所以是早上或下午就要跑过去。对，因为我就住旁边啊，走路到政大的来。对人工智慧主要就分强跟弱。那我先问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他们回归了，那他们现在要上人工智慧的实验室。他们是主要研究什么？主要研究什么？因为其实强跟弱的这个概念一直在更新，就像以前大家会觉得说，你如果下围棋下的赢世界冠军，那个已经很强。可等到阿巴豆真的下赢了，就会有人说没有啦，那个是弱人工智慧。对，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概念是一直在更新的，就是说机器做得到的，大家就会觉得好了，其实没什么。现在主要的定义就是说，它有人类的思维，或者说超越人类的思考。对，但是我的意思说，它比较像是另外一种物种，它即使到最后能够解决人类能解决的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些问题，它解决的方法跟人类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难说是它什么时候到人类的程度。你只能说，它用这个图灵测试是说，它可以装人类装得很像，可是那个不表示说它是用人类的方式来思考。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说机器学习或机器智能的时候，它讲的是说它有就是运算能力、有理解能力的这些东西，但是或有学习能力，但是我们不会说它有意识。就是不是人类的那种 consciousness， 但是有一批要做，他们叫 AGI，artificial， 就是general intelligence，
的人，那他们要讲的就是说，他们要做一个 AI 的一个 AI， 它比较类似像是有意识，然后可以为了他自己的成长吧或什么去做学习，那个就比较有一点就是拟人主义的那个感觉。对，那在台湾在做 AGI 的好像也有，但是现在很多还是在理论，因为有一些我们知道大概可以做出 AGI 的方法，像全脑模拟这一类的，以目前的计算还没有办法做的很多。可是有听说都是鼠标哎。对，可好像只是他们只模拟了一两个，就是 cortical column， 就说你要砸非常多硬体，以目前这一代的运算技术才能够用比较慢的速度运算。当然，如果你要运算的东西是线程的话，你现在已经整时都可以了。所以就说，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随着就是硬体或者未来量子电脑开始就是发展的话，可能有一天我们真的完全可以用模拟的方法来解决 AGI 的问题。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很简单的方法。所以现在所谓的 AI 就是比较还是机器学习，但是最多就是它可以自己训练自己，以前都要人来训练，但现在训练的这个工作已经机器自己就可以做了，所以你就是给它一个环境，给它一个 utility function， 接下来就留着不管它就可以训练自己。那如果一直吸收知识的话，那以后不会就变成恐惧了？哪里恐惧？对啊，就只是知道很多知识。这不是肌肉，这是。明天先吃完肌肉卡在我牙缝里，超大。对哈，我额外想到一个事啊，就是听说美国的有一个超级电脑，就是他们已经发明出一个 APP， 然后你可以下载它，那你以后假如说生病，你没有什么症状，你就输入给那个 APP。Watson， 我一直说错，是 App， 对 Watson 嘛，对啊，那台湾有可能会做到吗？但这不难嘛，有很多人在做。就是说台湾会有自己的超级电脑，因为我完全没有听说过。哦，真的，那个有，它叫做国网中心，或者是国高，全名是国家实验研究院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那不是政府？那是什么？那民间有这实力吗？民间？那华盛就是民间。华盛是 IBM。对，是啊。那可是民间也有很多，对啊，搞 IBM 对啊。你觉得台湾有实力达到吗？当然有啊，要拼一台电脑，这个不难的。现在主要因为都没有人听，我就知道是什么。啊？因为都没有人听，我就觉得很怪。民间，民间是没有这么功能强大的，很奇怪。主要也是因为国高就是一直主要做研究的人，其实都可以直接去用。它跟台湾学术网络是接在一起的。那如果是台湾一般民间要做运算，就会用彰滨的那一台那个 Google 的 cluster， 因为 Google 在彰化有机房，所以也有 GPU 重启，所以如果你要运算的话，民间就直接去租 Google 的机房就好。那从头拼一台机房，要跟 Google 的能源效率比不是那么容易吧？那 Acer 好像也有之前有做过某个程度的。所以其实都有，并不是没有，只是说随着每一代的那个机房技术进化，那上一代的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要额外的钱才能够把像 GPU 运算放进来，因为 AI 这一代又是用 GPU 运算用很多，所以连国高自己都要升级成就是 GPU 重启，因为本来比较少放资源在 GPU 上，但现在要做 AI， 你就要 GPU 去做。我曾经听说有量，快有量子电脑的事。其实也。某个定义上量子电脑已经有了，其实听说蛮不如预期啊，对啊，蛮烂，是啊是啊，就它能做点算法比较窄，对，那但是这个就继续研究，研究不就这样？他问 AI 可不可以到某预期？可以啊，对，因为我觉得可以到某预期，就是说他给他读。文章之类的，然后他就可以自己模拟，然后用有道理，这是可以的。可以啊，可以。那，就是有一个蛮经典的、蛮正常的、蛮经典的问题，就是对任何外，就是有在火车
跑过来嘛，然后按照原本的道路，他就撞到一个人。那他如果转向会撞到四个人嘛，不知道。然后他就问我们会转向，然后一个人就会很多，就是不是义务，不是义务，就是下一路还有过程其他什么，而且都那也是支持的，都可以啊，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我要写无人车的时候，就是要坐自驾车的时候，马上就要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是啊，因为车子是自己在开，所以他如果现在侦测到，就是你刹车后面会撞上来，你不刹车你要撞前面，那你马上就陷入某个程度的这种问题。哦，那你是怎么设计？是最后的决策是？现在有几个做法嘛？一个就是说你保险要赔的程度最少。为原则，对，因为这个就是人命就量化了，这个是一个解决方法。对，那因为确实写软体的人，他后面是靠就是保险或者是像这种精算的概念在处理。那另外当然有一种做法，就是说让他去模拟看人类在类似 simulation 里面，在模拟驾驶里面做什么样的决定。他观察够久之后，我们就说你做的决定跟人类最像就最好。那这样也是有一些做自驾车是这样的训练自驾车，所以其实自驾就是自己驾驶的车，自动驾驶车。哦，对，那所以就是说不同的训练 AI 的人会有不同的取径。那我们目前要处理法规上就是要去规范说，可能他的演算法拿来我们在模拟器里面跑，怎么样子是可以接受的，怎么样是不能接受的，那他的。道德判断应该是在我们能够容忍人的道德判断这个边界里面，绝对不会跑出外面的。很乱撞。对对对。那现在换谁问？换你吧。好，这个我问了。我来啊。好，你来。请。那个，我们那个20世纪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展开了 AI 的工 ，AI 就开始 AI 人工智慧就开始了。那第一，他第一次的那个高峰期是第一次的高峰期就是电脑的发明。那可是才刚发明不久，就因为那个电脑储存容量不够，电脑所以导致这个跌到谷底，所以才有第一次的那个衰退期。那后来解决问题，并且发明了。专业的演算系统之后，就有了第二次的高峰期。然后，可是因为人们维修那个电脑费用太贵，就是维修那种演算系统太贵，再加上人们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演算系统是不是真的可以带给我们便利性。所以到最后第二次的衰退，让那个人们不知道该怎么让这些科学家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现在人们又克服了，现在科学家又克服了这些困难，达到了第三次的高峰，第三次的高峰，现在正在进行。那我们有可能会面对到第三次的衰退期，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第三次寒冬？又该如何能那个有什么因应的方法？不过你讲的前两次都是人们对 AI 的期待超过他当时的硬体可以给出的嘛，对不对？就是说他不能够创造他们当年写 grant 所花的研究经费那么多的价值，所以到最后一个经费就不给他们了。对对，那但是这一代的 AI 的一个特性是，它已经是 commodity 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变成是不是秘密，大家都可以使用。最大部分的最先进的 AI 都是开放源码的，你甚至可以从网路上随便抓来用，所以它就跟你要专门为了一个问题去设计一套新的研究流程，还可能失败。你前两次差不多都是这样，但是这次它比较像是一系列的新工具。那我有一个朋友，就一个认识的嘛，他在微软做 AI 叫 Blaze， 他 Blaze Aguirre， 他说的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好像第一次我们把火焰发明出来，它的比喻就是说，以前在采集或者是狩猎的时候，大家只能储存一两天的食物，不然就得吃掉，是要靠胃来消化，因为你没办法储存那么多食物。那但是呢，发明火之后，我们就把一些消化的功能
外包给火焰去做，所以它就可以储存比较久的时间。那但是而且大家吃的比较好，也比较健康等等这样。那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机器学习，就是把我们脑子的认知功能做了一个类似的外包的工作。所以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任何人类花不到一秒钟就可以用脑袋做的事情 ，AI 就可以做，以目前的硬体技术。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就是我们在每一秒钟里面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多种多样。所以就为什么现在这个 AI boom 是全面性的，因为你只要想得到任何有人正在花一秒钟不到做的事情，那边就理论上有个产业可以出来，让大家可以省一秒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纯科学上不再有新的突破，我们这一波也可以用非常非常久，因为这是一个泛用型的工具。那何况显然就是纯研究那边还一直在有新的突破，所以我觉得至少在短期内看不太出来有就是过度投资导致失望的这个状况。那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唯一可能出现 AI 寒冬，就是它出了一个很就是道德上面的，或者是让大家无法接受的，以至于有一波这个要把 AI 烧掉的那种反应出现。那这样的话，确实可能在社会上面可能会出现抵制。那这个时候也许有寒冬可以，可是跟前两次寒冬完全不一样。所以前两次的寒冬是偏重于那个人们的工，就是期待。对，就是你投研究经费，希望它能至少解决一些问题，可它这些问题可能只能解到千分之一。所以你的研究就不如用别的方式去做，你不要用 AI， 但是还是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这一波的机器学习能解的问题，用别的方法基本上很难解或解不掉。那所以就是说，它在这个工具链上面，它已经站稳了它的位置。我有饱和吗？就是那个已经发展到最高极限了。对对，研究上是可能有饱和的，就是你这套做法已经是最好的，就再也想不到更好的做法了。可是像个人电脑的所谓的一般性泛用型运算这个东西出来，但是不断还有新的 App 在出现，理论上它并没有改变那个封面板架构，因为并没有改变它底下的那个发明嘛。我们只是一直在发现说，哦，电脑也可以做这个，电脑也可以做那个。那所以现在 AI 其实比较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有一个新工具，然后大家一直在试着解各种不同的。所以至少这一波它不再依赖于基础研究，那这一波我觉得还有蛮久可以，就是到社会适应它为止，还有很久的时间。好，那接下来就谈我其实也不太懂的东西，就是物联网现在还没有这个技术，但还没有普及化，就是。已经知道可以做出来，但是某些人家里有没有？请问你家有吗？我知道物联网，基本上从某个角度来看，家有装 WiFi router 的地方，对物联网。我讲的是就可能是比较狭义的，就是能用一些特殊的控制其他设备，或者说你讲句话，然后电视就会开，对你讲关，然后电就是，你可以跟他去。小米的小来关掉，然后就关掉了。不是 Apple TV 就有这个功能，你可以说 Hey Siri， 它就有行动。哦，我知道 Siri。对。哦，对啊，或者像什么用手机说，就是把家电所有都连接起来，就是很多人在讲的这个奇怪的东西。对啊，对啊，不是我们 Apple TV 或者 Chromecast 或什么，现在这个是很明显的东西。好吧。至少办公室。对。可是我问其他，其实有点不一定。就比大众来讲，比喻还是没有到你家里有电视的比喻那么高。可是像 MOD 其实也是你也不用手机控制，就是中华电信。那台湾有怎么在发展这一块吗？因为不是说最近有好几大领域是最有潜力的，什么物联网、我觉得还有什么 Big Data 之类的。应该这样说，就是说，你如果只是讲最底层的，就是感测的那个物件，就是机器可以自己收集资讯，或像你刚刚讲的机器能够遥控的这部分零组件什么，台湾其实很强，台湾
绝大部分的厂商都有能力生产这样的东西。但再往上一层就是网路层，那这一层的协定目前还在按照不同的应用领域还在制定当中。那像车联网其实是最近才刚成熟嘛，就车子高速行驶的时候要跟旁边的车子怎么样互相通讯，怎么样跟旁边的路灯或者是十字路口的号志互相通讯。因为这个到自驾车之前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辅助驾驶的情况，可能一开始是完全人开，接下来是车帮人开，这样是人帮车开，接下来就是车子自己开，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但在这个过程里，车子需要知道就是附近的状况，那这样的话它就需要一个我们叫通讯协定，就是怎么跟旁边的车讲话，在高速移动的时候怎么样。因为如果你用现有的这种通讯架构的话，其实你等一秒车子已经过去了，所以它需要一个不需要那么繁琐的我们叫 handshaking， 就是启动的过程就可以跟旁边的交换资讯的这种协定。那像这种东西才刚出现，那所以台湾确实很多人投入这个研究。然后再往上就是说，你拿到了那么多的旁边的车的资讯或什么，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分析它，然后或者再往上，你直接拿这个东西去做出应用服务，比如像说一整台自驾车。那所以台湾越上层做的就越少，而且越靠国外的大厂来设定方向。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专门卖体验的这种公司比较少。政府打算要加强上面那一块？有啊，是啊，所以据说亚洲联席提出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法规、人才、资金都松绑的情况下，有足够多的实证场域。那不管是一个封闭型，让你的就是自己做出来自动驾驶可以随便跑，不用担心撞到路人，或者是相关的模拟的情境，或者是未来可能一个特定的高速公路或者是市区路的某一个路肩可以专门给自动驾驶车跑，或者之类的，就是慢慢你要有实际的场域出来，才会有足够的人愿意投入研发，不然的话就跑去别的地方研发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对这刚刚讲交通嘛。然后其实自动驾驶车最先普及化可能还是在慢速的巴士或者是火车这一类的系统，一定是在成都，对，一定是这种比较安全而且比较可预测的状况。可即使是这个情况，你也可以解决很多物流上的问题。然后我的驾驶就是失业，确实哦，嗯，对，我还有一个蛮好奇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是怎样，反正我只是好奇。就是，假如说以后物联网就是把很多的电子设施之类的，反正就是把它们串联起来。那骇客有没有可能就是从他只要骇进其他设施，就很快速骇进他跟他连接其他所有设施？是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物联网的资安是亚洲联席股里面最重要的一块。你看所有简报都会写到第一块去，那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说软体本身其实你可以透过数学的方式给出一个证明，叫做 proof pairing code， 就是说你不但写了软体，而且你证明这个软体只会有这些性质，不会去做别的事情，就这一回事。那另外一个就是 tamper proof hardware， 就是它在硬体上面没有办法被侵入，它被侵入最坏的情况就是自己坏掉而已，它不会被 take over。 那这两个结合起来，你就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我们叫 secure computing， 就是它要么就是按照它设计的方法来动，要么就完全不动，就只会有这两个情况。以后我们就会希望做出来的可能自驾车的那些车的就是它这些系统都要有这些性质。对，没错、哦、所以我们现在花很多力气投入这个东西，所以自动安全不只是关键基础设施，也包含把它输出到各种不同物联网的交通啊、电网啊、生态啊什么这些部分。因为每一个都是就像你说，如果有人 take over 那个后果会很严重。后果会真的很惨。好，那第四个就是他来问，然后就是我们知道 AI 未来可以取代很多大部分人类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像是律师的话，假如说法条的记忆上面，人一定不可能被过电。当然。那还有像是老师之类的，也有可能可以取代。确实。那这样会不会让，就是陷入一个整个
全球性工作的饥荒期，你觉得会不会有？我觉得不太可能，有两个原因啦。一个是说很多工作它里面确实有你需要想超过一秒钟的部分，就比较是价值判断，或是跟人沟通，或是需要第一手的生命经验的这个部分。那但是 AI 因为是一种不同的智能，所以它其实不会有跟人一样的生命经验。所以凡是跟人跟人之间的沟通陪伴这个有关的，基本上不太可能被 AI 取代这些件事。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AI 它虽然能够结构性的取代这种冗工，但是它也能够结构性的重新去训练人。所以如果你需要转行转业，以前你要找到很棒的老师，但我们现在只要把那个很棒的老师录一份，然后让 AI 去按照你的问题自动跳到正确的段落回答。其实或者是在亚洲连接硅谷里面有一个部分是物联网的一个虚拟学院，一些操作性的东西，你可以带 VR 进某个模拟情境去。然后一直学到会，然后中间弄坏几台机器没关系，它还是虚拟的机器嘛。对，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学一个新技能这件事情会越来越便宜。那小说，那未来小说想人工智能帮忙过来的话，那这样是不是就会取代某些，就是一般人也可以，就是刚刚说价值判断、道德之类的，那这样是不是也可以，真的就可以取代掉某些？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就是说，如果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对，出现了，那我们这个题目其实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value alignment， 就是一个比我们高的智能，如何让它的价值跟我们现在的价值对齐的这样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一个理论工作，也有很多人在做，对。那但是第一个是说，目前这几年还看不到这个一个强硬的智能出现的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个是说，基本的理论工作其实还蛮多人感兴趣的，因为大家都有跟你相同的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期待的几个，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对自己的价值怎么样互相融合比较清楚，就是说一些人在一起怎么样建立共识这件事情比较清楚的话，我们对于新的技术来的时候，我们要要求它什么，我们就比较笃定，就不会变成是觉得一个新的技术很棒，大家像女主一样统统都跳过去。那只要大家还对这个技术有像你这样子很健康的好奇心或者是怀疑的话，那对创作的人来讲，他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动机去把它一下子就弄到那个极端去。对，那所以我还是觉得还蛮乐观的吧，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到有一个新的物种出现的这个过程，我们是可以比较保守的去看我们在意的价值是什么。那到最后如果真的出现这样子一种我自己觉得比较是人跟机器混合的一种生物的话，那它至少保留一些我们现在的价值，然后我们的历史不会完全看不懂。那就是你希望到最后就不会整出来，就是看我们有什么想做，我就觉得不局限于这个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对有一些经历有兴趣，那我也不会很过面，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那最后一些时间就做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想问你？他们都在这边做很久。你刚刚讲到，比如说像那个人才外流，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定义，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讲陈伟英，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陈伟英是人才外流，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照你的定义来讲，他其实是，因为台湾所有最优秀的棒球选手，他们都是高中生就被挖角，就高中一毕业就签小联盟的约，就去国外，他从来没有在台湾真拿过职棒，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我这不是一个，就是说这只是一个我们讨论，就是说我只是很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边在讲，比如说如果你是做硬体的、做软体的，你去国外就叫人才外流，那为什么打棒球去国外就不叫人才外流？我们都说他是台湾之光，那你们怎么想这件事情？因为棒球本身不是说他在台湾打就能带给台湾什么价值，就是假如说有一个棒球选手，他到国外发展，然后他变成一个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个很强的人，然后他本身也会就是一个反馈给台湾价值，因为让台湾的知名度上升，我想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我方面的上升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但我随便举例，比如说如果假设今天陈伟霆在台湾打棒球，你想想看他可以帮台湾创造多少票房，
啊，台湾去参加经典赛或者奥运的时候就不用征召、啊，因为他现在在大联盟，他就不能帮台湾来打国家队。但你想想看，如果他一直留在台湾打棒球，他是不是就可以参加国家队？所以你刚刚讲说他留在台湾不能创造多少价值，这未必是真的。他或许还是可以创造很多价值，包括就业机会等等。就是，人才外就是，假如说他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会创造一定的价值回馈，因为这是运动，sport 反而就是给世人的一个娱乐。那他不管在国内国外，他的存在，因为台湾培养他，然后本身他有这么一个在体坛的地位，他本身就是对台湾的一个回馈。但假如说你技术性人才是台湾培养起来的，可能跟棒球选手一样都是台湾培养起来的，但是技术性人才到外国是为外国生产 GDP 的，就是他反而对，就是你想，假如说一个精通 AI 的，他是一个 AI 很强的，他在台湾可以为企业做很多事情。但假如他到，但是为什么他到国外就不能帮台湾的企业做事情？就是假，我们就是在想说，假设有一个人才，他有很在科技有某方面的专才，然后他留在台湾会为台湾创造产值，那他到国外他会为台湾创造什么产值？在于他不捐钱回来台湾的情况下，对吧？他会在他在国外工作会为台湾创造什么产值？我们知道棒球选手出去可以为台湾带来知名度，那本身就是一个量级的价值。那软体人才没有办法帮台湾打开知名度，比如说你刚刚讲到杜立锦，他到微软没有帮台湾打开知名度。本身技术性劳工出去的话，他也不是说去国外创业之后做到很大的规模，然后让大世人注意到有这么一个集团，然后他也本身捐钱过来。他因为技术性劳工出去，如果说你是劳工出去创业的话，然后做到一定的规模，让台湾让世人知道的话，就是你创造任何价值，那都是很棒，那就不叫人才外流，因为你是过去打拼。但如果你在拥有一定的技术水准之后，你是不选择留在台湾工作，你是到国外然后为别人工作，变成就是老板底下的一份子，同样都是老板底下的一份子。如果你在台湾接受教育之后，你觉得台湾环境不够好，所以就跑到国外。我大概了解你，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如果讲在数位的时代，国家的疆界逐渐模糊，然后全世界的产业链是逐渐整合，那我们还能够这么明显的去区分说，所谓这个 GDP 是在这里创造，而完全没有对其他的地方有所贡献，我们还能够这样子来定义？完全，如果因为就比如说台湾的 GDP 跟日本的 GDP。只要一个人才留在台湾，他会 GDP 创造一亿；然后一个人才留在日本，那你觉得他会一个人才留在日本为日立冷气工作，那他会为台湾创造多少 GDP？ 嗯，不一定啊，因为日立冷气跟很多台湾的企业都有，不管是留在日本，其实对量级的差距到一定程度，我就觉得会，就是技术性人才外流，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点，就是我们人才留在台湾，然后提供台湾技术，本身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已经是一个很棒的行为了。因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选择到外国，那这是为什么？嗯，那不过再换个角度来讲，如果假设要用这种角度来切入所谓人才的移动的话，那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放他们的人才来台湾？如果每个人都这个样子？我的意思就是说，像刚刚唐文讲说，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人才能够来台湾得到更好发挥的空间。他可能是美国来，可能是德国来，可能是印度来。那如果美国跟德国跟印度，他们大家都这样想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人才外流？每个人都进行所谓可以，就是说，因为那让世界的交流会更好，还是更不好？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台湾会探讨人才外流，是因为太严重，它是世界第一。他在网络上有那个数据，他的外流量是世界第一，尤其是台湾跟外国，我们差在哪？我们差在资金还有市场。那人才的话，我们跟外国其实一样好，所以说我们现在能依靠只有人才。那外国的话，他们资金大比大，他们不怕自己人才，他们不怕人才流掉，因为别国人才都想跟他们讲，对吧？大的国家是这样，那像小的国家呢？比如说新加坡。你想过去哪呀？
啊，对，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他们是资金的汇聚处，而且他们的国际化很强，他们里面什么人都有，他们也不怕没有人来，因为大家都想去。那比如说，但你说比较像大的国家，像印度，我随便讲，印度顶尖的软体人才都在西部，他从来没有在印度工作过，那怎么办？框架的问题其实有，但是大部分的，我们讲印度最顶尖的人才应该在西部，应该没有。印度也有很多人在西部，那你怎么会不知道印度也有政策想要挽救他们人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用对台湾有面临人才问题，外流问题，那。为什么印度也没有变？说明他们政府也在讨论这件事情。不，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当你把它变成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当然就会觉得它需要去解决。但是，不同，但是未必，它未必是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人看，比如说像陈伟英这种人，他是台湾人才外流的问题。但我相信你这样讲，那是因为你对软体有兴趣。或许对很多棒球界的人来讲，他觉得陈伟英是一个人才外流，你不知道。那如果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对，那当他们这样讲，当棒球界觉得说陈伟英是我们人才外流的时候，不，我就是说你，我不是在给你不用给我解，我就单纯在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命题。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命题。就是我知道人才外流在不同产业或许会有不同的定义。不是不同现象，但是以软体业来讲，我们还是希望技术来台湾，因为这份也是在讨论我们的人才外流是指 AI 的人才外流，科技的人才外流，对吧？当然，如果你以不同的从娱乐，比如说娱乐圈的人才外流，有时候也不算人才外流。哦，对啊，比如说像你看像现在那些产业，像现在周杰伦跟蔡依林都去中国开演唱会，他们跨年的时候，哦，不，那其实也算人才外流，对不对？那其实也算人才外流，开演唱会。啊，真的、啊，然后导致台湾的表演主观上觉得反正就是人才外流，哈哈哈哈哈。主观上觉得还好，总是会回来的，就不算人才外流。反正以软体业来讲，人才外流或是一个，或许是一个大的方向。那假如黄忠伟，你的，你对你人才外流的定义，你想讨论的是全部的产业，然后我刚才提到的是软体业，所以才会有差。所以才会有想法上的差。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或许根本不存在人才外流这个问题。我要讲这个，不管这个。哦，你是说或许根本不会有？好吧，我们要问一下自己，就是说，我们一直假设性所谓人才外流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说，你如果换个角度想，他可能就变成台湾之光了，不是？那别人来台湾，他也变成我随便印度之光，知道吗？那就像我们的台湾之光，那人家有印度之光，或缅甸之光。那确实，台湾的有的一两个最强的导演是缅甸的，但你看对缅甸来讲，但对整个文化圈来讲，它其实我相信我们未必要用所谓缅甸的人才外流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他在台湾创造的那个价值或许是或许更大，在某些其实甚至是在绝大部分产业啦，本来就是人才外流本来就不会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议题，因为现在是国际化，对吧？可是在有些产业，我觉得还是会要小心注意一些，像是每个国家都需要人才，这也是为什么亚洲连接系日记吧，或者其他的计划为什么会希望外国人才来台湾？嗯，对吧？美国也都每个国家在某些政策，他们也会提供一些舒适的环境。对，事实上很多外国人想要来。对，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说，如果有人想要来待着，但是目前的法令或环境让他们没有办法待下来，可是他们想，而且看起来对台湾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威胁。那我们按照一般人道的想法，就是应该调适到，就是大家愿意待下来。而且这本身对产业算也是有益处的。对对，那至于就是说软体公司或者是以软体创业的人在台湾。资源相对硬体上面少，这个当然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但是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解决多少，就有多少人愿意在这边创软体的业。我们还没解决的那些地方，他们自然跑去别的地方，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强求的？对啊，所以继续，非常感谢。所以就是以刚才你说的，就假如说我们真的不在意我们人才，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还是到外国或者国内工作。他不管人才有没有留在台湾，反正那都是台湾之光嘛。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些政策来希望其他人才来台湾？我们就是希望有更多人才留在台湾。我们的政策的目的不是就是要让台湾更多人才留在台湾吗？那为什么以你的角度，为什么你会觉得台湾的人才到国外，让台湾人才减少没关系？不是，因为我不觉得他或许是一个动态，他不是说今天有个台湾人去国外，他就对台湾就没有贡献，或者是说他今天这个离开位，这个人他本来在台湾站的这个位置，他离开去做别的事情，或许会有别国的人来补他那个位置，未必对台湾来讲，综合起来未必一定是扣分。我知道，就是其实陷入到一个死胡同，就是我们的思路已经到不同的地方了，对，反正就是我们来凝聚一个共识好了，好，所以就是不管人才外不外流，反正这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所以就这样。不过讲到这个，我是好奇问一下，就是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你们都好忧国忧民，所以我就问一下忧国忧民。其实没有啊，就是说像你刚刚讨论人才的移动，那台湾在人才移动有一个唯一的最大的限制，其实就是说，我们对于所谓中国来的人才，我们一直有一点，障碍比较高，进入的障碍其实蛮高的。那像说在你们会担心这种事情，就是以你们现在一个高中生来讲，你会担心说，我随便举例，啊，就说以后当你要就业的时候，比如说你们都很优秀，你可能去念的大学，念的台大、清大或什么，到时候你出来就业的时候，你会担心如果有北大的同学或者是上海复旦的同学来跟你们竞争，你会担心这件事情？你会希望没关系那就来，还是说你也会觉得说最好不要？没关系那就来，因为我不来的话，以后说不定还是会比较好的。如果有那些很强的人，如果有那些很强的实力来的话，可以跟他们当朋友。就是为什么会担心？因为他是竞争的关系。就是说，你今天要去应征台积电，台积电要征500个人，就不得了，竟然有500个北大的，那台大的，那你只好去做教育。对，那我的没有办法抱怨了。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担心是这种担心，因为台湾社会很多人会有这种担心，那像你们会有，我很好奇，这是要换的。对，我是这是开放的。还是有这个担心，你会有这个担心，或者比如说你要申请台大什么系，然后如果我们开放让中国的高中生也可以来申请，那个就是很可能就是一个零和的优势，因为有你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你，那你会愿意开放这种竞争，还是其实这样？我不是大学，那我就申请大学，应该没有什么。没事啊，因为我记得大陆不是也有做对台湾的高中毕业生做一些优惠吗？就是你想申请北京那些那些知名大学，然后他们就是会降低你其实可以申请过去，他们想要吸台湾人才，是啊，那我们就吸过来，对吧？那就我们既然他们不怕我们，他们希望我们过去，那我们为什么怕呢？很多人在怕，因为他们都会讲说，大陆的技术太多，台湾的全台湾最强的，过去说不定跟大陆的一个省最强的一样，然后大陆好技术的省，大陆这样说，但是，就是这样就不会进步嘛，就是开放一点，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对吧？说不定在外国的一些 team 啊，他们那些 team 里面，说不定是一个十个人的新创 team， 新创产业的 team。他们说不定有6个国家，对吧？就是有这种。那台湾讲这样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创地的。对。我的想法这样。开放。你真的应该是隐私。想讨论。我还觉得人才外流那个。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有讨论一阵子啊，就是希望那个降低投票年龄，因为现在投票年龄是20岁，那希望降低到18岁，讨论蛮久，因为世界上好像主流的民主国家都18岁，绝大多数。
那我是好奇你们会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会很在乎这件事情吗？还是觉得没关系，就再等一等也无所谓？还是你会觉得，我觉得十八岁就已经很成熟了，我也想要对公共事务表达我的意见。你们大人应该要把这个权利赶快给我。应该早两年。你觉得应该早两年？因为我刚好是在就是这种大学一般都是在那种年初嘛，三月啊，刚好三月。这种三月，可是我刚好是在投票那年的九月，一直是晚半年，一直我会晚四年的投票的。对，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多多参与那种公共，我也多多希望参与那种投票。嗯，对。对，那你们其他人会想，还是觉得？20岁或者18岁，对，就从二十岁降到18岁是吗？因为我是有听我爸说，他们是就是说，通常是目的好像是为了什么赶快通过台独这件事情。没错。那可是问题是，对，赶快通过台独在讲这个话题，你那是对的。嗯。然后我爸就跟我聊到说，因为现在台湾的经济实力不像二三十年前那么强。假如说是30年前，我们可能还有那个实力，可能就是还隔过了30年之后，现在，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因为搞忘之后一喊台独什么之后，我们就打过来什么之类，就是造成不安定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你可以不要投啊。就是说，假设你可以投票的时候，那我要投那个。就是反对台独那一边，对对，也可以啊，对不对？那会不会就是还是你会对，还是你会质疑？这样你的这个命题就会变成说，我觉得虽然我可能有这个意识，但是很多跟我一样18岁的人可能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会投错票，是这个意思吗？好的，对吧？对。我的想法的话，18岁，我觉得18岁应该就可以。只是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定18跟20？是因为在法律上算成年吗？因为当时宪法在定这一条的时候的教育，普遍教育上，他们觉得要到20岁才成年，因为当时的就是教育普及率等等都没有真的很好。我觉得那对18岁就够了。对，那至于为什么，至于为什么写在宪法里？而不是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去写在一般法律里，这个就不知道了，要去问他们的执行官。可是他们已经挂了。对，他们应该都挂了。应该都挂。就是那是他们自己当时那群人自己想法，如果说跟不上时代，那就不应该。只是现在制宪有点麻烦，所以只是现在制宪法感觉就是被改的很奇怪，什么4/4立委提名，4/4门槛很高。所以才改不了啊。对啊，但是如果说以普及率的话，现在18岁，因为我观察啦，18岁已经可以，他们已经有大多数都有自己，不管是哪个地方出来的，他只要有接受政府教育，他有看新闻，然后他有看报纸，那他对什么一些的选举什么，他有一些了解，我觉得他应该能做出这种事。但是他不是。他说建中很多失败，全部啊，全都知道。这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会去失败。建中有什么失败？是建中有不少失败。为什么？那个。哎，讲到这个，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建中里面是不是还有蒋介石的铜像？有吗？我的理解有没有错？校门口。校门口是不是？很高大。对吧？先放在校门口。对。你们对这件事情有感觉吗？未必需要有啊，因为我是你们的时候，我可能也没什么感觉。就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如果有的话，感觉会是什么？你说对那个铜像立在那里会有什么感觉吗？对。立在那里，然后没有人有感觉。大多没什么感觉。反正他就像一个死人在那边。我现在到底是在真有还是假的？每个地方不一样。如果你们学校没有讨论，代表就没有讨论，也就是说。建中生我们都就觉得还好，大部分的人就是假如说你没有政治色彩的话，你对政治没有那么非常热衷的话，你就不会对同学有感情，对吧？反正
铜像旁边永远都站着一个小子，我对他比较走过去不会去看铜像，只会看他真的人还是校长，他是在铜像旁边，他常常站在早上，早上就哦哦迎接你们来上学，对哦，对校长没有感觉，对啊，他上次圣诞节的时候，他装扮成圣诞老公，嗯，超可爱的，哦、超可爱，蛮可爱，他就是一个蛮儒雅的，就是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如果你要单纯为健康队那个奖状认同上看法的话，你在校内发一个。发起一个投票，嗯、第一个选项是要拆，第二个是不拆，应该留着，第三个是没意见的话，那第三个就最后、嗯。我想很有可能。那也有废票，就他们根本不来。嗯，这样就是这样，情况我在见到是这样。因为没意见，我觉得就对啊，就没有意见，因为毕竟对蒋介石这个人是已经褒贬不一嘛、嗯。那他毕竟只是历史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再对他。做我们的，你可以在他生前对他进行攻击，可是你最好不要在他身后死后对他攻击，因为他没有办法辩驳。嗯，对吧？你最近生日？啊，对，嗯。哦，是不到一个月。哦，生日快乐！啊，谢谢。哈哈哈哈哈！是这样。哦，对，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才特别，我们有餐食才特别订了下午茶请大家吃，所以上个月，我没有，他是上个月，上个月，然后今天又买鸡排给我们大家吃，哦，生日快乐，好，那差不多，我们的问题到这边，那假如说没有什么，好，谢谢，好，那你怎么都没有吃？那你就带着。先听，好吧，谢谢。